各位 MyRadio 的聽眾 D 甲報讀者你們好， MyRadio 和 D 甲報的 YouTube 頻道在近期屢受黃標打壓，令到我們廣告收入大減，所以我在這裡懇請大家支持 MyRadio 的節目月費計劃和癲狗日報的每月月費計劃，突破黃標言論審查，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和 D 甲報。提提大家 ，MyRadio 同《癲狗日報》嘅月費而家已經可以用 PayMe 繳付，大家可以掃描畫面嘅 QR code 或者輸入畫面嘅電郵地址繳費，多謝大家。好，翻翻嚟第二節。第二節啦，咁就開始以為倒數翻個時間先，阿 Operator 幫手，咁咧。嗱喂，即係承接翻上一，都係其實都圍繞翻個疫情嚟講啦。咁啊，當然講翻外國先啦。咁依家喂，補充翻少少頭先啲料啦。喂，喺呢一度咧，喺7月24日咧，咁啊，依一個香港電台咧，咁啊嗰個即時新聞咧嗰度咧都有一個都標咁嘅標題，即係我講翻追溯翻之前有啲咩新聞咧，就係話船東會主席啊，嗰、那個咧喂唔識點讀啊，嗰個英文好即係。幫咩啊？幫 Hogan 啦，叫做 Hogan 啦，當咁啊，咁啊，香港船東會主席咁講咧，就認為咧，佢嗰日咧就講到啦，即係24日講啦，就話個別抵港船員確診個案只屬少數，咁啊少唔少數就依家佢可以撇除咗先啦。咁未知佢哋是否咧喺檢測時係假陽性啊、假陰性啊，或抵港幾日前咧才轉為呢個陽性，即係佢嘅解釋嚟咧就話有啲人咧就嚟到香港先至先攋嘢嘅，先攋嘢嘅。咁究竟喺香港攋嘢啊，定係喺嗰度攋嘢咧，就未知。咁但係喂，如果我哋咁樣計條數，喂，好撚大機會喺嗰邊攋呢啲嘢先㗎咯。係啊，其實即係輸入個案就好撚大機會啦。咁啊，佢話依家咧就協會都非常支持政府咧，就收緊誒。而家仲似知的啊嘛，屌真係知的啊！佢話咁，佢有一樣講話，佢話咧話，而家入境船員咧必須喺離開出發國家前咧出示咧48小時內呈陰性嘅測試。喂，48小時內，屌你老味，佢嗰48小時可以周圍去嘅喎。喂，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好撚超級大漏洞啦，好撚大嘅漏洞嚟啦，已經係咪先？佢話抵港上船就亦需要再接受檢查，咁即係喂嗰陣時檢測即係屌好啦，我就係想知道究竟佢有冇喺船上面檢測嗰個報告點樣先，係咪先？咁但係你要知道，喂依家係好撚大機會，你就睇單新聞，喂咁好撚大機會就係嗰啲船員説過嚟啦，而家就係話，屌你喎，就肯定有船員攋嘢啦，依家臭屎密冚咁噶。咁啊，繼續冚啦，係咪先？屌，日後就一定同你計數，一講到計數，我哋又講翻美國佬，係咪先？計數一定要揾美國佬同共產黨計數㗎，係咪先？係啦，美國佬啱啱有一位啊國家安全顧問攋嘢啦。係啦，咁啊依家咁啊，當然即係大家第一時間話，我屌國家安全顧問咁，特朗普有冇事先咁樣？咁咧啱啱睇翻阿 BBC 咧，咁佢就係話國家安全顧問咧就咁啊，就係確診新冠病毒，新你老母嘅冠病毒，武漢肺炎啊，嗰個叫屌你老母閪。咁啊，白宮啊稱咧特朗普咧就冇感染嘅風險嘅，咁啊報道裡面講咧就係54歲嘅呢個奧布萊恩啊，目前咧自我隔離，咁啊遠程工作。即係可能未病發啦，應該係咪？小微病徵我話，小微病徵係啦，症狀輕微。之前阿約翰遜都係咁樣啦，咁之後先至屌話得翻半條人命咁出翻嚟，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啲啦。咁依家就係講到咧，就話英即係話依家就話嗰、那個講法咧就話佢哋兩個人啊，即係我講緊特朗普同埋奧布萊恩咧就係、是。兩人咧括弧啊，呢一度啊 BBC 個報道就好幾天沒有碰面，咁即係可能英文嗰度啦，就好幾天咁啊。Few days 啊，係啦。咁我唔知道，我冇諗睇英文報道有冇第二個講法㗎。如果幾天冇 few days 啊，都全部都係 few days 啫。啊 ，few days 啊，即係英文就簡單啲。係啦，即係如果用翻我哋中文可以幾個講法。咁兩人曾經咧喺同一個佛羅里達州啊邁阿密參加一場活動，咁樣兩個禮拜前咯，其實都。幾踩界喎！如果屌喂，陣間奧布萊恩嗰個潛伏期有20日咁大鑊，屌係咪先？不過冇撚計㗎啦，屌！同埋喂美國佬，因為佢哋咁撚大鑊，真係
又講一句，佢真係戴口罩的意識真係少喎，真係屌我有啲即係有啲美國網友都同我有時 PM 都講啊，屌好啦，戇鳩啊，真係唔撚完戴口罩咁樣樣嘅都係，即係好撚似阿陳雲啲 fans 咁樣樣嘅，屌你老尾！佢哋甚至覺得咧有一種咧就係咧，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嗯，係啦，你冇權立一條法逼我要戴口罩，佢係咁樣諗。即係屌，即係佢哋就係話，喂，屌我哋有隨地吐痰嘅自由，屌你老尾！係啦，而阿特朗普就當然啦，咁啊當然第一樣嘢。就某啲癲佬就覺得嘅，因為睇完佢 Facebook 先咁樣做啦。咁但係實質上你會見到，其實特朗普佢一直嘅 approach 都係希望個疫，即係覺得疫苗誕生就解決件事啦。即係所以嗱，你睇呢篇報道咧，都可以喂，即係唔係下下一面都讚鳩美國佬啊？屌美國佬係戇鳩啊！喂，其實呢一篇報道裡面最撚好出現嘅情況，即係如果你講緊對啊呢一個特朗普同埋。即係你唔需要咁擔心就最嬲有報道就唔使使驚，佢哋14日之前咧，兩個禮拜前咧會面咧，大家有戴口罩嘅，屌你老咁係咪安心好撚多啊？嗯哼，係咪啊？即係又延伸翻啦，屌係喎，即係喂如果呢篇報道即係我哋 F 嘅情況出嚟啊，喂係啊，14日前有大家互相見過面噶，不過開會咧喺好撚近咧，大家都戴得住口罩嘅，大家有洗手做足安全措施。係啦，已經冇咁驚。屌你老母，已經冇咁撚驚啦，係咪啊？所以你啲屌你老母，所以你啲屌陳雲啲 fans 真係戇撚柒鳩啊！真係。記住啊，講多次戴口罩唔係因為驚自己攋嘢，係驚攋咗嘢嘅自己傳到俾人。你不知道自己拿了東西沒嘛，最後是的。喂，所以這些就是公德心問題咯。是的，即是你可以拿特朗普這一單出來說的，你屌，如果你們，喂，如果你白宮有人竊聽我們節目，你都跟特朗普說回，即是如果有偷看我 Facebook， 有偷聽我們節目的，你就跟特朗普說回，屌，通橋看的嘛，是不是？你戴上口罩，自然低限度，喂，當其時，如果互相都有戴口罩，屌，你在開會什麼，斷股不會，即是那些聚餐沒得好說，是不是？是的。依家係最差問題啫嘛，即係所以你永遠話喂防疫，你去到幾嚴重我都贊成嘅。如果你防疫嘅層面，係咪先？但係依家好撚明顯係屌一個借防疫嚟到，屌做好撚多嘢啊嘛！即係啲陰謀論嚟講啦，咁啊屌個選舉又話係啦，又話要 delay， 係咪先？即係有陣時候唔好怪啲陰謀論出現，因為其實啲時間又啱啱好啊！屌你真係有。嗱，咪先嗱，翻而家早唔整遲唔整，屌你老尾！而家先嚟整嘅話，撲街！嗱，你要知道，你又唔好諗到佢哋屌嗰啲策略咁撚叻先得㗎！屌你老尾，即係根撚本就係官僚主義啊！放緊嗰啲船員出嚟放毒入嚟，順便屌你老母啊！咁啊啱啊！你班撚仔出嚟示威啊嘛！我咪行。嗱，其實咧幾嗱，其實如果你話呢一單嘢咧，即係話咩話延遲選舉咧，其實上個禮拜咧嚇嗰位所謂愛國愛港嘅同埋嘅譚耀宗已經放咗少風噶啦，就話喂等你喂好撚多喺大陸住緊嘅喎，嗰啲落唔撚到嚟投票喎咁嗰啲。咁啊，好明顯住喺大陸嘅話，嗰日投票俾嗰啲建制派㗎啦，當然係咁啊，影響到佢哋嘅即係點講啊？影響到佢哋嗰個得票率啦。咁第二樣嘢當然啦，仲有一樣嘢嘅，點解要？嗱，佢認撚咗個票源喺邊度嚟㗎啦，已經屌佢。認撚咗㗎咯，係啊。認撚咗㗎啦！屌大陸嗰啲落唔撚到嚟啊嘛，因為最撚假設大陸唔撚開關啊嘛，撲街係啦，驚撚咗我哋啊嘛，仲以為好啦。第二個，所以你發覺之前係咁喺度屌話唔撚做健康碼嗰啲咩，佢哋撲街，人哋睇撚咗清楚先，哇撲街！你心諗人哋都未必承認你啦，你走又開翻啲咁樣嘅嘢，即係我講真嘅，真係你係深圳，你都驚撚咗。因為唯獨是香港大爆發，屌你老母！喂，共產黨管治就係咁鳩樣㗎啦，所以喂講翻啦。咁啊，據呢一個咧，眾新聞了解啦，我攞翻眾新聞嗰個嘅啫，我揾第二啲，我有陣時都。即係癲狗嘅有時就未必揾翻，有時即係屌啊屌鳩佢啊嘛，可以係咪先？咁咧，眾新聞咁啊，據呢個眾新聞了解，特首同呢個行政會議啊，而咧就喺日內咧就召開呢個特別會議，即係原定咧咁宣布咧就係預計啊會啊宣布押後咧就九月六號九月六號舉辦咧一個立法會選舉。咁消息曝光之後咧，據說咧咁啊，當局咧會延遲到本週五提名啊，結束後至再決定。係提名結束後啊，記住啊，唔係而家即刻。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心要做嘅咧，唔係一個冇政治考慮嘅咧，你而家即刻 cut 撚咗佢啊嘛，即刻話屌老味，而家即刻 cut 撚咗佢咁樣。係啊，而家咧就睇定啦。
嗱幾樣嘢啦，睇下咩人入去，睇下咩人報名先，睇下 D 唔 TQ 到嗰幾條唔想見到嘅人先啊。曾玉成提出噶嘛，咁啊即係喺其中一個即係商議嘅版本啊，延阿曾玉成提出將整個選舉延後一年，整個選舉即係包括埋提名啦。係啦。依家最吊鬼係點啊？屌啊屌啊！提名咗之後先 delay 咧。睇住嚟食咯。佢場波咁啫嘛，屌！係啊，即係好古怪一樣嘢嚟嘅。即係等於你早一個禮拜話俾我聽，出邊十一個，屌你老味，我唔撚對住你而家，撲街你，同埋中間有一個跛撚咗都要繼續出佢啊！其實依家我即係計落條數咁樣計，即係以嚟留意咗政治咁撚耐嘅羅嗰個歷史推斷，肯定實行嘅喎，爭在點即係 delay 幾耐，同埋係咪真係咁撚戇鳩？屌提名咗之後先 delay 咗依個。我覺得提名咗先 delay 㗎啦，好撚大斟酌。咁當然啦，佢哋未能 up 啦，咁可能啲報道裡面有咩啦，所以呢一度我哋都係留意一下啦。咁我依家假定咗啦，話真係會 delay 啦。如果 delay 嘅話，起碼 delay 半年㗎啦。啊，半年，屌 delay 三個月把撚咩？係咪先？係啦。咁好啦，喂，咁期間咁立法會點啊？停止運作啊？依家就當然啦，咁所謂嗰啲，我成日都話啦，啊你飲水啊，屌你老母閪！係啦，嗰啲咩葉國軒嗰啲啊，梗係想委任啦，係咪先？屌你真係甚至有諗過話用翻而家今屆嗰啲啊嘛，繼續做咯，咪屌你人哋走撚曬啦，仆街仲用咁啊？又唔係走撚曬，即係你要，即係你話喂，如果你話個做法，喂，如果延遲嘅，咁我唔撚。咁其實最好嘅做法就係依家做緊嗰啲咪繼續咯，咁唔係點搞？我諗啊，建制派梗係想你委任啦，先屌你！屌你都委任點樣委任啊，大佬！委任咪好似話立會咁樣咯，全諗佢自己有嚇。唔係點解我咁耐都冇反應咧？因為我想俾個反應，哇！唔撚得個香港人唔撚會放過你嘅喎，屌你老母委任你老母，喂唔撚係，我講得到呢度又屌有少少唔撚係喎，屌你老母真係依家你哋想點都得嘅咯喎，其實係啊，屌嚇，講得老實喎，依家你哋想點咧？屌你依家係等嗱簡單啲嚟講，我都識講埋㗎啦嚇。如果你反對委任嘅話咧，咁即係你想癱瘓呢一個立法會、癱瘓政府啦，咁即係顛覆呢個政府喎，係咪先？搞掂，反港法。第一槍由激進建制派屌你老母，激進建制派何君堯啊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臭閪，激進建制派啊，唉真係好笑真係。所以你話喂屌喂即喂佢個選舉都亂，即係任鳩佢擺，任鳩佢話事噶啦。所以依家點喂？所以你要認清楚一樣嘢喂。包括在個管治上面，頭先第一節所講的我哋喂，屌你喂，依家個疫情咁撚嚴重啊！哇，搞撚錯啊！點解搞撚到鳩？點解搞到即係個疫情處理政府搞到咁撚差？屌佢哋差緊㗎啦！屌你老母，活生生講俾你聽，屌你老母喂，有個太上皇，屌你老母喺都褒獎咗佢，叫佢太上皇。屌你喂，就係有個董建華啲咁冚家產，屌你老母，屌共產黨嘅擦鞋仔走狗，依家屌你老母，俾你仍然係高高在上，屌你老母，八廿幾九廿歲，屌你老撚到死咁撚滯啦，仲喺度屌你老母，震下震下害，屌你老母出嚟害鳩香港人嘅真係，佢啲作風嚟㗎啦，屌你老母閪嗰啲咁嘅。之前先搞完，而家香港再出發係咪？屌你老母，係佢嗰啲作風嚟㗎啦！即係如果你話喂咁撚慘啊，啲船員嗰啲屌入鳩硬你數㗎啦！好撚老實講，喂，咪就係屌共產黨管治，就係香港會出現咁嘅情況，那個地區又出現咁嘅情況咯！屌你老母啊，唔係啊，大陸咪水浸浸到咁撚樣咯！所以喂，我哋成日都講話，我哋啲焦土派其實等緊呢個情況出現啦，係不單止出現咗啫嘛，係咪先？就係等你到喂，即係話俾你聽，喂呢、這個政府管治我哋係咁撚閪嘅啦，你睇下幾時出現個焦土出嚟？焦土唔係真係燒撚爛一笪地咯，屌爭住睇下有幾撚壞嘅情況，依家咪出現咗咯，出現緊啦，啱唔啱啊？喂，焦土終極嘅目標就係屌連啲藍絲都頂唔撚順咯，依家就係等。係啦，而家就咪最多而家最撚假設藍絲係頂唔撚順，紅嘅頂唔。所以焦土派去到最尾嗰個終極嗰、那個 paradise。是藍絲都共屌你係屌同一陣線噶嘛會係，如果你招到佢喺度明，所以我都話啦，其實林鄭而家某程度上做一樣嘢，就團結翻香港人嘅，屌你老尾，係好撚團結㗎，屌你！你一藍絲已經屌撚到去撲街啦，大佬！你慢慢搞撚到啲藍絲變成咗黃絲咁，點樣樣搞啫？係咪先？都幾重擊啊，大佬！佢哋呢啲隨時。
即所以有時候 在某程度上，我哋要承認一樣嘢，所以有時候會我會覺得有啲咧獨派或者即係蘇哥招導派或者黃絲啲，屌你撲街，淨係反政府啲嘅陣營都分咗好撚多個黨派出嚟。我喺節目都講過好撚多次，其實依家點解屌你老母唔好分咁撚多黃絲藍絲嗰啲？屌你老母喂，即係當然有啲藍絲就要記緊住個名字，即係我哋啲好撚記仇記緊住個名字，屌你又要清算佢啦。喂，有啲唔係太撚出名嗰啲，屌你老母閪！喂，有陣時你冇計，你日後係要屌你同佢哋一定係同一陣線先至係達到那個目的。係啊，你會發覺而家香港咧，慢慢咧，即係睇到個趨勢咧，就只有兩種派別，一係咧就撐林鄭，一種叫反林鄭。即係撐，即係仲係會撐政府定係屌政府啊？係啦，係啦。哦。最好笑啊！屌你，而家廣東省都唔撚強香港政府噶啦！屌，嗱佢哋廣東省唔撚知自己其實屌咗隔離省附近嗰啲不斷喺度零星爆發緊啫、但係不過人哋睇你香港真係好樣衰嘅，唔係講緊。我懷疑你即係都唔係懷疑，喂大陸嗰個策略如果係零星爆發，屌喂佢又似流感嘅，同埋大陸又咁樣容易可以新聞封，即係嗰啲新聞咁撚唔撚流通嘅。喂，真係佢有啲村零星爆發嗰啲人死鳩咗，喂佢係報流感咁，你點會吹佢唔撚漲啊？你睇唔撚到嗰條數噶嘛？永遠都係我都話嗰條數，共產黨自己都未必知道，係咪先？咁你話喂如果你話我哋香港依家個情況嚟計，係屌你老味閪！首先你政府你派錢先啦，係咪先？一定派錢係緊㗎啦，仲要啦，屌真係。所以咧，喂你咁啊，喂講緊翻嗰個選舉啦，即係你話與即係嗱，喂我就唔撚贊成繼續即係啊參加呢個選舉嘅，點解咧？喂，屌你老母都啊！你要接你回撚翻大，屌你老母已經打到撲街。喂，我唔撚明你哋個個禮拜都屌你老母，即係個個月啦，唔係個個禮拜，個個月都喺度賭。即係紀念啊，或者抄緊翻721啊、831嗰啲出嚟講。喂，如果你深信係有即係721、831呢啲係完全屬實，係屌你個政府同啲警務人員、執法人員咁樣去夾埋一齊，同啲黑社會夾埋一齊對抗我哋即係香港市民嘅話，喂，你好撚多嘢其實已經係應該去到全面開戰嗰個境界㗎啦，已經係去撚到。你要知道咧，有啲香港人咧。即係打字就即係講就好勇猛、好兇狠，但係不過咧，即係出嚟未必，甚至始終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社會嚟嘅。始終立法會議員呢份工啊，係好吸引，尤其是對一啲啊，即係唔係啲，即係你話如果對住啲本身好有成就嘅嗰啲人嚟講咧，就咁屌你都十零萬啫，即係計埋啲嘢都係唔係好值錢。但係屌你諗下，而家出嚟選得嘅嗰班人啊，即係而家出嚟啊，所謂代表本土派啊，出嚟嘅人或者一啲新嘅泛民嗰啲，屌佢哋份人工可能得20,000蚊一個月嘅啫，屌你100,000蚊一個月係對於佢嚟講係完全唔同嘅喎。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錢嘅一個吸引嚟嘅，真係好撚老實啊！咁變咗你話即係點解我會一直好懷疑一樣嘢嗱？好撚你唔係諗住真係咁撚戇鳩，真係可以喺個議會裏面可以抗爭到啊嘛？屌你抗乜撚嘢爭咧？而家而唔同以前喎，而家你出聲係冇撚用嘅喎嚇。但係不過咁，既然佢哋都用盡不同的方法去嘗試遊說人覺得有的話，其實但你要知道主流，我要想講主流還是很多比較不是對政治可能比較冷感一點，又或者哎呀嗱，你話俾知一啲師奶啊嗰啲咧，中產啊好中意講啲啊，哎呀楊岳橋嗰啲好啊，點解啊？斯文啊，屌你，係啊！喂，依家去到選舉主任可以提出問題問鳩你啲參選人嘅，屌你老母，要 qualify 過先至，屌你老母係啊！仲要限你幾點幾點答佢啊？喂，屌你老母，你12小時內答佢嗰啲嘢，你啲選舉你仲參加嚟做乜鳩嘢？最撚慘啊！屌你，喂，永遠都係點解成日講下講下講到呢度又停緊咗咧？因為真係得翻全面反台可以做啫嘛，係咪？我頭先都講啦，喂咁撚回想咁多嘢，屌你都汽油彈都掉鳩埋啦！屌你跟住，我真係無限 loop 緊啲嘢喎，即係你仲喺度寄望緊嗰個選舉，我就唔撚知寄望啲乜鳩嘢。即係雖然喺我身邊都好撚多朋友都有參加選舉呢個意欲啊，係咪先？即係唔係淨係屌熱狗啊？
屌你老實喂！係熱狗擺明為錢㗎啦，屌！喂，但係你哋真係要諗撚清楚，依家究竟嗰個議席係咪仲係咁撚重要先？而家話屌你喂，其實嗰啲即係如果你問我啊，議席對於佢嚟講重唔重要？對好多好重要，因為嗰筆錢又好重要。我只可以咁樣講啫，唔好話我衰，唔好話我市侩。但我相信大部分參選嘅，而家呢一刻大部分仲係諗住參選嘅人，或者參選嘅人，真係為咗攞錢嘅啫。咁啊冇計嘅，為咗錢係咪先？為生活啊嘛，係咪？唉，對大佬，即係冇噶啦。所以你話喂，即係得翻兩樣嘢。你諗下咧，琴日咧阿教主講，大佬真係為咗入閘，為咗去選，即係擺得就話哦，我唔再撐港獨啦，之前就錯撚咗噶啦，又乜乜講唔撚多呢啲嚇，即係你講得出呢一句，哦，你係咪你即係我點知你係咪真係信咗呢一樣嘢㗎？係咪先？你話你係為咗參選入閘而講，即係你可以講話，即係你可以插攞翻翻梁天琦嗰陣時，2016年梁天琦嗰個咯，嗰個選舉主任話佢唔係真心真意啊嘛，係咪先？使乜啫？依家可能你曾經去過美國，或者你有言論話，唉，屌有乜閪希望美國佬制裁，即係朝早派嗰個，喂，話即係想美即係。要求過或者推動過啦，喂，美國制裁香港或者中國嘅嗰啲都已經 DQ 得啦嘛，講撚到，係啊，李國榮亨嗰啲已經唔撚使玩啦，依家根本就即係你話佢係咪鬧劇，咁我就唔夠知啦，即係咁你話喂，咁都要有人選突顯嗰個選舉嘅不公咁樣，咁即係我諗得翻呢一個講法咯，依家唯有就。係得翻呢個講法咋？你話喂參選等 DQ 咯，係咪先？你一 DQ 佢哋咁啊，美國佬又可以做嘢咁，但係好撚老實，美國佬依家做緊緊嘢噶啦嘛，係咪先？咁所以依家你話喂到最尾都可以攞翻一單嘅，喂紐西蘭跟緊埋咯，五萬聯盟。係啦，著拉斯一個都做埋啦。拉斯一個都佢埋，喂即係可以講喂之前我哋都分析過就係話喂美國佬就很穩定啊，一定係喐夠。喐手嗱，你話如果真係跳翻出嚟咧，係好正常，因為其實而家自從呢個肺炎開始咗之後咧，特朗普嘅抗疫本身係失敗嘅，呢個我諗可以客觀地睇。佢依家就一定係要賴鳩你，所以佢一定要咧，即係永遠都係咁樣嘅。你如果唔將呢個 focus 調咗去第二度嘅話，咪全世界插鳩你咯。所以亦都有一樣好得意噶。如果你咧咁，你話特朗普選情如何咧？其實咧都危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你睇翻如果你睇翻 Facebook 嗰、那個official 嘅，即係藍色嗰、那個US 咩 Secretary of State 嗰度咧，咁佢就依家拜登贏緊噶嘛，即係話係啦。嗱，唔係。如果你講緊係即係美國政府嗰度咧，佢有啲official post 嘅咋？阿特朗普話中國嗱，好似最近佢應該兩三日前嘅，佢寫咗話中國要負全責嘅對呢個肺炎係啦呢個病毒。啲跟住啲人咧啲留言嘅真係好鬼正，係啊中國傳過嚟噶，咁但係你可以抗疫好啲噶嘛？嗱開始啲人係咁樣嘅心態，即係變咗其實而另外仲有一樣嘢加埋，其實而家最近新聞可能我哋冇乜研究，如果你睇住美國啲電視台睇下。其實咧，嗰個示威都仍然好穩定。嗯，係啊。咁呢一個其實有冇影響？絕對有影響嘅。冇啊，咁係。所以其實而家大陸政府做緊嘅嘢，甚至即係點解我話有機會係，譬如喺立法會，佢哋都想係吞遲睇定先咯。喂因為講真嘅，你話拜登上咗任，會唔會仍然都係針對中國嘅路？我相信絕對都會。但係不過有冇咁狠，即係同你好似死過嗰只？其實某程度上，而家特朗普做緊一隻同蓬佩奧咗頭，你死過，係諗住即係開戰邊緣。冇啊！佢個講法都係死過啦，大佬，佢去撚曬啦。所以喂，你話成件事，你話國際局勢分析，喂，一定係依家係美國佬從中作緊。係啦，而你都見到咧，即係因為譬如我啲朋友喺英國嗰度啦，咁都比較熟政治方面，因為佢哋有啲 involve 埋喺啲黨派入邊啦。英國點樣睇啊？觀望。咁而家美國其實你發覺英國同埋歐盟啊，佢哋原本咧都係盡量唔理嘅，但係唔係而家美國佬係逼緊佢哋啊嘛？美國逼你哋一定要表態，一定要做。咁英國冇計啦，表態做。到歐盟啦，有做。咁啊當然啦，咁啊五眼嗰啲一齊做曬啦嚇。好啦。但係佢哋都係用一樣嘢叫暫緩，
係啦，我哋而家做住，但係佢哋好似新，好似紐西蘭今日都講咗噶，佢話但係如果第時，如果未來未來幾個月咧，中國可以又俾到我哋信心係一國兩制，佢真係咁講噶。咁咧我哋可能會個決定又會可能會再改。嗱，其實留撚咗後路，其實由始至終都係一個中美嘅一個而家死過。其他國家吃花生，我只不過大佬要我跟住，我大佬我喐你咯，係啦。咁你話美國自己，同埋你見到美國而家係即係如果你國際關係上面睇咧，佢好全力喐緊你呢、這、一個中國。點解咧？仲有一樣，你會見係啦，佢第一樣嘢將中國同中國分開咗，因為佢唔希望得罪中國人。佢就係啦。所以你會知道咧，亦都可以分析到，即係你從呢一個喺個呢一個外交官嘅言語上面做一個揾一個解讀咧，依啲阿台長嗰陣時做節目都經常性講嘅，亦都教友喂睇下佢講啲乜嘢先。喂，佢個講法就話我哋依家針對嘅咧係中共，唔係中國。係啦，係啦，咁即係你會睇到，即係如果去到攞呢一樣嘢嚟分析翻，就話喂佢係真係想喐手噶啦，爭又點喐法嘅啫？係啦，好先。同埋仲有一樣嘢，佢究竟真係嗱喂，即係嗱喂，會嗱，我再補充翻少少，我之前講嘅就係話喂，希望屌咗喂第三次世界大戰就經濟戰打撚咗撚就，係咪先？所以之前啊，即係譬如有好多人分析啦，有啲人就話打咁喂，最緊要我嘅講法都係話喂會㗎，可能扎痕曬馬啲航母艦嚟撚曬，跟住屌大陸佬跪撚低。同埋你會見到咧，仲有幾樣嘢喎。因為如果英文嚟講咧，佢又驚得一係會影響到國內。你如果你話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咧，係好擺到明一個政黨。但如果你話 Chinese 咧，可以係一個 race， 即係可以係一個民族，可以係膚色，屌撚埋嗰啲票啊嘛。係啦，嗱呢個好大問題㗎。所以點解嗱呢一個亦都係其實佢點解要搞咁分開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你話 Chinese， 我哋當然有分啊，華人、中國人啊，唔撚同噶嘛，好多樣嘢係咪先嚇華裔咁啊？但係鬼佬係得一個字㗎咋 ，Chinese， 包括你喺中國住緊嘅中國人，包括你係似中國樣嗰啲似華樣，甚至你新加坡人去到嗰度咧，佢哋都首先將你個 ethnic 當撚咗係 Chinese。所以你要知道，喂，美國依家對華嘅政策劍指中共啊嘛，係真係㗎，佢話喂，真係攞把劍指住你中共，然後喂睇下你，喂你其他間唔撚跟，依家一定所有嘢入撚曬佢數㗎啦。係啦，我先，喂，仲要喂，因為點解？喂，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定要賴入鳩你數噶嘛？因為點解？喂，最撚大問題就肺炎搞鳩佢啊嘛！喂，本身種族問題，攞種族問題打鳩佢就緊噶啦，係咪先？即係好撚老實。即係如果你話喺選舉策略，依家多撚個疫情啊嘛。係啊，好大鑊。同埋疫情可以顯得出一個政府，講真，疫情真係顯得出一個政府嘅能力與，係咪真係直接影響到民生？所以佢老閪都要賴撚咗落去你中國共產黨嗰度㗎。佢都唔係佢賴啦，依家屌！所以你見到如果咧特朗普咧，你會發覺佢停撚曬咧，即係標榜呢樣嘢，直頭都唔係賴嘅。係啊，之前咧佢喺度搞緊譬如即係丹麥啊、格陵蘭嗰邊咧，而家都停撚曬先，唔搞咁多嘢住。個戰略即刻調咗去呢邊。咁但係講到尾，真係屌！我呢啲即係粗淺嘅分析，真係喐手嘅機會唔撚大嘅，真係。唔大，我都覺得暫時唔大住。我覺得即如果你要我真係屌你用呢幾十秒嚟分析，喂，如果有幾撚勁嘅，喂，你到時咪全部戰艦嚟撚到圍撚到圍嘅啫，只會圍嘅啫。咁如果你時間，喂，你睇佢軍事演習已經知屌你老母喺到時嘅情況會點撚樣啦？佢軍事演習縮撚翻喺屌你老母喺湛江，你老母湛江嗰度附近，差唔多附近，係啦。屌你老母，喺都縮翻去湛江嗰度軍事演習啦，老母九段線冇撚咗啦，突然之間無啦啦，屌你老母，係咪先？你會睇得到佢打唔撚成咁樣係，即係你話喐手會喐嘅，即係屌打推撞撞，可能有一兩隻戰艦唔撚好彩，屌你老母制旗咯，係咁樣嘅狀態去。咁你話喂？咁你話咁我哋香港人咪坐享其成咯？如果你話屌你都咁唯有咁樣樣嘅啫，即係我哋啲屌喂，即係你香港異見人士嘅話，
即係反政府嘅嗰點都好，你係要你係樂見呢啲嘅啫嘛。只不過我係屌有時見到有啲喂蘇科好撚似焦土嘅支持者，都唔好話焦土派啲焦土支持者，哇！佢真係去到臨門一腳，佢真係會葉公好龍咁樣樣嘅，不撚樣啦，影響到自己咪嘈咯。即係我會研究噶嘛，因為我都係 Facebook 之 Twitter 啦，即係我會研究屌，喂，如果撚咗成咧咧，會簽嗰啲咩美國國會啊，點樣10萬人啦、啊，就制裁香港啊，乜乜就係嗰啲成日簽嗰啲喎。喂，當你美國佬真係拍板博取，屌制裁嗰時喺度屌鬼喎，又喺度。因為人哋直情影響埋佢啦嘛。屌啊！通常要好撚多呢啲人嘅喎，點解香港冇？點解香港咁撚能有民主咧？就係、是、屌有好撚多呢啲人咯，其實屌你老尾閪，所以就咁就節目時間差不多啦，因為今晚細房就聽不到封煙嘅，咁啊，屌，其實我哋有封煙，你哋都唔多打電話嚟噶啦，屌，都係我哋兩個鳩吹噶啦，咁又都唔係都個直播個人數幾好，哇！阿貴公子原來有咩嘢，我唔同你打我邊個叫貴公子啊，你哋自己估，原來阿貴公子有睇聽我哋節目喎，仲喺車風嗰度屌人添，喂，唔識唔好扮專家，唔會係屌細佬係嘛？温書。講得通，屌唔知佢哋鬧緊乜鬼嘢啦！唔知喎，佢哋講緊抖音喎、哎，我哋冇講抖音喎今日。抖音我哋冇講抖音喎，唔知佢點乜鳩咧？攞嚟望一望先，睇下先。小黃狐，屌你老！師啊，嗰個讀，屌你！係啊，師位收，師位收餐個師啊！小黃師，屌你老！我以為嗰個狐字嚟嘅，唔好意思啊，老花。誒唔知佢哋鬧乜鬼嘢啦！誒屌 check 過唔係鬧我哋就得啦。係啦係啦係啊！我哋係好撚多有陣時唔識得扮專家。喂，下星期再見，咁啊會繼續請啲嘉賓嚟啊！記得喂，記得課金啊，俾月費啊，大佬！誒、哎、真係最重要呢樣嘢。拜拜。拜拜。